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。北部地区呢，在台北跟桃园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，最低温28度，最高温35度。中部地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，最低温28度，最高温34度。不过在南投是会下雨的。另外的南部地区多云到晴，最低温29度，最高温34度。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，最高温34度。沃岛地区最低温28度，最高温33度。未来三天天气呢，北部地区明天是会下雨的情形，中部跟南部天气是比较稳定的状况。另外在东部跟沃岛地区呢，天气都相当的稳定。北部、东北部、东南部最大的阵风是7到8级，而风力是4到6级。